钱伯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呀？没什么，秘密。说说呗，让我也学习学习，以后这样每天让你开开心心的。你是程天佑，这就够我每天开心的了。<笑>不过我有些纠结。怎么啦？虽然你刚刚讲的我很开心很感动。 还有几箱？嗯，差不多了。这个。好，来，我来。哎，早啊！哎，早！看你们新搬来的，给你们打个招呼。那早上刚钓的，给你们了。你活着呢。<笑>给我们的。谢谢啊。谢谢谢谢。您太客气了。我。哦。嗯，这是我孙女。哎，小安，来来来来来，跟姐姐打个招呼。姐姐好。哎，你好。小安你好，一直眨眼睛，一直眨眼睛。<笑> 好可爱啊！哎，老伯，您怎么称呼？哦，叫我老卢就行了。老卢，我是帮方总看房子的。啊，哎，你们也是看房子的吧？啊，哎，老伯，这鱼挺大的，在哪儿钓的？哦，这你算找对人了。我知道秘密钓鱼基地，回头我带你去啊。行，你们忙吧。啊，来，咱走。哎，慢走啊。哎，再见，小安，拜拜。 哇，好大呀！水岛的鱼啊！好，我来，那你拿着。